由何坛城来灌顶？你们现在由坛城灌顶的，第一个是瓶灌，瓶灌大家知道了，我们有四种灌顶、五种灌顶，一个是瓶灌，一个是红白花灌，一个是蜜灌，一个是大圆满灌，那四种灌顶，四种灌顶。这个瓶灌呢，是圆满本尊，一直到呢最高点就是本尊法灌顶，最高就是本尊法灌顶，瓶灌最高就是本尊法灌顶，圆满你自己的本尊，独拥本尊。什么叫独拥本尊呢？这大威德一共有这个十三尊大威德啊，十三尊者，其中有一尊是独雄本尊，他不是双身的，只是单尊的，就是独拥本尊。独拥本尊就是单身的，叫独拥本尊。圆满本尊是双身的，是双身的，叫圆满本尊。单身的是独拥本尊。瓶灌最高的境界是圆满本尊、独拥本尊。三种更上的灌顶，后来又有三种更上的灌顶，所谓二灌、三灌、四灌，就是这四种灌顶。它上面分成来三种灌顶，这个身脉跟智、薄伽、坛城、菩提心、场之气，把它这样子分出来。